脚下，。脚下，来呀，在这儿哟，起风了。一起来玩吧，霜寒化霜，为了阎王帝君。哈，哟呼！接招！
Alright, after you finished the previous quest of the Konda Astor in Konda Village, you will automatically accept this. Thank you.
下一项工作是。 这儿哟，紫银，呀，呀，哈，哈，哈，光明吧，呀，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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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起来玩吧！啊，闲人勿扰！啊，这项工作该划掉了。留意脚下，接招！嘿，接招！天雷古一！ 别想逃开啊！哈，禁止接触。下一项工作是。啊！接招！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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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禁止接触，我会跟上的。下一项工作是。 天晴了吗？这是什么时候？呀！霜寒化生，如琉璃般飘落。我会跟，交给我吧。 我会注意女仆的礼仪，应该赶得上。
一定要干净利落，弹起来吧，棒棒炸弹，嘿，火力全开，嗯，哈，双寒化生。 下一项工作室，我会跟上的。 工作还没有做完，真的可以提前。
乖乖交出来吧，别等我动手。如果你以为你能用元素力反抗衍兽令，那最好还是脑子放清醒一点。你知道以前这样做过的人都没什么好下场吧？放我一马吧，这神之眼我刚得到不久，我发誓不会用，好不好？居然碰上了收缴神之眼的现场，不能坐视不理吧？喂，等等，等等，啊，那边有个人在叫我们。 这边，过来，过来。怎么了？情况紧急，我们准备。嘘，看戏就好。喂，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不要因为自己没有神之眼就这样看别人的热闹。哎，不对，你身上好像有啊。嘘，小点声，小点声，一会儿连我的也要被他发现了。哎，好吧，好吧。 我认了，我是大人。哼，很好，走吧。怎么办？他已经把神之眼交上去了，莫非他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都怪你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耽误了时机。萧公小姐，多谢多谢，好在有你刚才塞给我的假货，不然可就真栽了。哎，没事。 你自己演的也挺精彩的嘛！啊，居然是这样！我刚才还对这位萧公小姐发火，真是对不起。<笑>这算什么？看你们刚才的反应，大家都是站在同一阵线的人嘛，相互谅解是必须的，对吧？对吧？哦，忘了自我介绍了，我萧公是这家长野园烟花店的现任店长。 平时靠做一些小手艺为生，多多关照，多多关照。整个花见版应该没有人不认识萧公小姐了吧？夏季的女王说的就是她，没有她和她的烟花，名声岛就像没有夏天一样。好厉害的人，我也喜欢烟花，很高兴认识你。<笑>说的我怪不好意思的，半四郎。说起来，你比起谢我，还是更应该感谢郑胜师傅，多亏他还留了一些神之眼的赝品在我这里。 想当初，就连我的神之眼也是靠郑胜师傅的假货才保下来的，不然我连做生意都不方便了。哎，郑胜师傅真是个好人，可惜好人没好报。郑胜师傅，哎，怎么同伴们，你们也认识郑胜师傅吗？啊，真的吗？原来是白鹿公主安排的，太好了！其实这几天我一直盘算着想要去劫狱。 但又觉得自己突然这样莽莽撞撞去了的话，会不会给神里小姐他们添麻烦？所以，我可以加入你们吗？当然，没问题。林华也说要我们来长野园烟花店找帮手，看来就是萧公了。<笑>看来我除了帮忙在店里隐藏神之眼的持有人以外，终于有机会派上别的用场了。哦，对了，郑胜师傅被关在天凤行所里，那周边的环境我已经勘察过了。 我会跟上的。
我们去一下工作室。 算进来了，比想象的阴森好多啊！我们从这边进来，果然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机会不错。被关在这里一定很可怕吧？哦，要赶快去救正胜师傅了。我们分头行动吧，为了迎接正胜师傅，我要去做些准备。那你当心一点，可别被抓到了。嗯，你们也一样。 要干净利落！哼哼，棒棒的炸弹！哎呀，嘿，哦，来啦啦！好大的门，看起来似乎需要收集那些勾玉形状的东西才能打开呢。 交给我吧，我会注意骑士的风度。风雪的缩影，弹起来吧，好好火花。 我会跟上的。这面墙看起来有些奇怪，会不会有什么玄机？ 还有人需要帮忙，我会尽我的礼仪。敢接近在下吗？是我，是我，还需休息。 向阁下讨教。
哎，棒棒炸弹！一定要钢筋力！行行，方正正的决斗，接近在下吗？哼哼，在下，先攻！哎，哈，嘿，哈，嘿，看起来吧。该打扫战场了。决斗吧，岩石的重量令人安心。 行，告退。呀，我会跟上的。下一项工作是。 以为你们那点小心思就能骗得过我们？嘿嘿，可别以为我们只是单单把你关起来就完事了。可恶，这些天灵凤行的家伙居然动用私刑！是啊，不想办法快点救出他的话，小公，你什么时候？我看不下去了，正胜师傅如果出了事，我们来的意义就…… 你们几个，在做什么？九条沙罗大人，我们只是稍微给他一点点教训而已。哎，那个人是？是九条沙罗，天岭奉行九条家的养子，也是幕府军的大将，居然会来这种地方。 闪开！让我看看他。哼，动用私刑是将军明令禁止过的事吧？你们可知道？知道。如果你们不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耻辱，那便不配立于天岭奉行的麾下。属下知罪，大人。好威严的人！趁他们的注意力没在正胜师傅身上，或许现在是个好机会。 喂，小光，是不是太心急了？等等，谁在那边？你们过去看一下。是。他们过来了，快藏好。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小心。还好，就给我个机会，弥补我的冒失吧。就用刚才我准备的好东西。
是烟花。那边什么东西爆炸了？难道是烟花？快过去看看。像烟花这样的东西。烟花的功用可不该只限制在祭典上。当然了，那可是我的得意之作。小公，你这是要在监狱办烟火大会吗？毕竟我也是手艺人嘛，不知不觉就想搞得精彩一点啦。那边好像已经没人了，哎，不如我们趁现在。萧光，是萧光吗？张胜师傅，让你久等了。那些可恶的家伙，快走吧，万一一会儿他们回来了。仅此一次，他伤得很重，你们带他出去治伤吧。不过等伤治好以后，我一定还会抓他回来。这个嘛，恐怕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呢。哼，走吧。从那个阴暗的地方出来了，终于从那个阴暗的地方出来了。郑胜师傅，你怎么样？还撑得住吗？没关系，到医馆之前，我还不会死。伙伴们，我先带郑胜师傅去求医了，庆功酒等以后再一起喝。好啦，快去吧，不用管我们。总算是顺利把人救出来了。是啊，那个九条沙罗应该是为了弥补部下的过错才放了我们一马吧。天岭风行里居然也有还不错的家伙，当然这不代表我会认可他执行演兽令的事。好啦，我们也该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林华他们了吧。好重，炸弹带太多了吗？下一项工作是原来如此，九条沙罗没有对你们出手，看来他也不是完全不讲道理，不知道能不能试着和他接触，从他手上套到更多情报。我认为很难，九条沙罗是演兽令的执行者，
他只听从雷电将军的命令。对他来说，正胜师父并不能直接威胁到衍生令，所以他才愿意放正胜师父一马。但如果我们暴露身份的话，他对我们是不会客气的。也是，不过正胜师父得救，对我们来说也算扳回一城。这次多亏了萧公和旅行者，我们距离最终的胜利又近了一步。总觉得你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可靠呢。嘿嘿，也没有那么厉害啦。确实，如果没有旅行者的帮忙，这次的救援不可能那么顺利。不过想要反抗衍兽令，现在我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必须要开始准备今后的计划了。不用这么紧张也没关系了，小姐，至少现在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我们顺利把人从监狱里救了出来，同伴的数量也增加了。对了对了，我还听说最近天领奉行似乎要筹备一个庆典，也好像是什么仪式来着。反正街上执行衍兽令的武士都变少了，现在正是和平时期。仪式？为什么要交给天领奉行那边来办？我也不知道，不过应该跟我们没关系吧。总之他们最近也很忙，应该没空给我们添麻烦。嗯，这么说也有道理，一直紧张下去也只是徒增疲惫，倒不如好好的休息一下。托马，你有什么提议吗？正好到了庆功宴的时间，那我们大家一起吃火锅怎么样？实不相瞒，我最近才学到了一种新的火锅游戏，非常有趣。火锅游戏？那是什么？听上去好像跟吃的有关。简单来说，就是每个人准备不同的食材，一起放到锅里煮，然后闭上眼睛轮流从锅里捞食物，一边品尝一边猜是谁放进去的。猜对的人会触发再来一次，而最后得分最高的人相传还会获得火锅之神的庇佑哦。听上去很有趣吧？我已经迫不及待了，不如说我已经把材料都准备好了。你到底有多想玩啊？没办法，旅行者，我们也准备一些食材吧，你觉得放什么比较好呢？我看看，新鲜的鱼片、虾仁、竹笋。嗯，感觉是很正常的火锅呢，我也很期待。没想到最后只有旅行者放了正常的食材，你们两个不许浪费食物。这简直是我见过的最可怕的火锅了，好在绝大部分奇怪的东西都被托马吃掉了。没错，得分最高的就是我。等一下，肚子好痛。都怪托马放了很多奇怪的东西，让汤底的味道变得很古怪。就算是旅行者放的正常食材，我尝起来都怪怪的，好几次都没猜对。但是林华也在火锅里放了小蛋糕呢，还被旅行者吃掉了。火锅煮蛋糕，想象一下那种口感。抱歉，我还以为会很好吃的。不行了，我得先休息一下。有一种活过来了的感觉。其实托马不用那么拼命也没关系的，只要故意猜错几个就可以把球传给林华或者旅行者了。其实我总觉得最近运气不太好，需要火锅之神的庇佑来转转运，不知不觉就有点用力过猛了。不过也没关系，就当作是一种修行吧。能感觉到经过这一番折腾，我的坏运气已经用光了。我宣布今天的火锅游戏到此结束，胜利者就是我。游戏结束了，工作也告一段落，接下来是不是就到了休假的时间了？如果天领奉行那边正如托马所说在忙于筹备什么，那就这么办好了。能有些喘息时间的话，我也有一些想做的事情。那就各自休整一段时间吧，几天之后我们再来没落茶室集合，
商量接下来的对策。啊，这可是罕见的假期哦，一定要好好利用起来。我也要收拾收拾，去准备下一次火锅游戏的食材了。这个游戏还有后续吗？一次怎么够？那大家回头再见了。嗯，下次再见。旅行者，看来暂时不需要再来莫漏茶室了，我们去其他地方看看吧。接下来做什么好呢？快想想我们还有什么计划吗？旅行者派蒙，请留步。林华，有件事想请你出手相助。话虽如此，也请不要太过担心。这次不是来自摄凤行或神里家的委托，而是以我个人名义发起的请求。个人名义，也就是说是私事？是的，一些与我母亲有关的事。啊，或许有些突然，但这件事在我看来只能委托你。前几天我从旧物堆里找到一本母亲留下的笔记，里面有她记录的许多琐事，其中出现了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人名，而且频率之高实在令人在意。应该是你母亲的朋友吧？是的，虽然父母都已过世多年，但与他们有过往来的人物，我和兄长大人大抵还是知道的。因此我对这位陌生人十分好奇，很想见见对方。笔记上写，对方名叫春，似乎是一个很受我母亲重视，也相当有个性爱玩乐的人。听起来像是女性的名字呢。嗯，我想去见她。那你需要我们做什么呢？是要帮你找人吗？啊，不不，笔记上写了他的住所，我们直接就能过去。我想请旅行者与我一起，是因为还要准备几件见面礼。啊，刚才说的所有事情还请二位替我保密。原本这样的事应该委托兄长与我一同处理，但现阶段兄长非常忙碌，我又有些私心，不想让其他本地人士参与到这件事中。没错，你是一个懂得礼节、体恤他人的良善之人，又很可靠，与你一起我才好放心些。嗯嗯，准备见面礼什么的我们应该能帮上忙。报酬的话，请我们吃好吃的东西就好啦。那太好了，我本就想趁这次机会请二位到处走走，若你们不嫌弃，就请跟我一起行动吧。不嫌弃不嫌弃，对吧？太感谢了，那么我们现在就出发好吗？第一站先去小仓屋。好呀好呀。这是世纪点的广告。这么说来，我们来到去至今还没去过这种热闹好玩的场合呢。不，不是这样的。我是说祭典什么的在道期很是常见，我们摄奉行早就习惯了这样的风俗。每逢时节，道期的居民都会参加祭典，相对的
治安难度也会增加，所以祭典固然开心热闹，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件值得操心的事。啊，都怪我考虑工作害大家跑题了，抱歉，我要去的是旁边这家店铺。原来不是要看这个招牌啊，那我们去店里看看吧。最新款式的衣服，来看看吧。呀，是神力小姐跟异乡的客人们，欢迎光临小仓屋。几位想买布料还是定制成衣？您好，我这边有份服装设计图纸，想劳烦您看一看。哦，掏出了早就准备好的图纸呢。我看看，啊，这是依您之见，这是一份非常不错的设计稿哦。神里小姐是想定做这样的着物对吧？嗯，麻烦您了。您愿意来本店定制服装，我们小仓屋非常荣幸。不过有件事比较棘手，定做您想要的这件着物需要用到霓裳花制成的丝绸，到期的丝绸大多是从璃月港进口的，但眼下，哎，您也知道到期正处于锁闭状态，说实话服装业受到了不小的影响，我们很难进到高档布料，成衣定制的业务也因此搁置了好一阵。不过要是客人能自备布料，我们就能帮忙做出衣服。意思是需要我们自己去买布？连小仓屋都弄不到的高档布料还有哪里能买到呢？您可以到万国商会看看，他们的渠道比我们多些，毕竟都是来自全大陆各地的商贩，就是价格可能有些贵，但在这样的非常时期，我想能买到想要的东西就算不错了。原来在到期定做衣服也变得这么麻烦了吗？说起来万国商会就是九黎墟那边对吧？我们确实是好一阵子没去离岛了。嗯，看来得到万国商会走一趟。非常感谢，等我们买到布料再回来找您。在此之前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能不能……林华神神秘秘的在说什么呀？嗯，没问题，那就拜托了。神力小姐客气了，说真的，我们小仓屋也好久没做丝绸面料的着物了呢，图纸又很漂亮，我跟你们一样非常期待哦。谢谢您，那我们就先告辞了。旅行者海蒙，我们去万国商会碰碰运气吧。这里就是万国商会了。万国商会是找那个叫九黎墟的人对吧？他好像不在，我们在附近找找吧。
月的矿石和珠宝绝对物有所值。爱情和自由。爱情和自由，我该怎么选择呢？抱歉，这件事还得再想想。我会跟上的。这项工作室，爱情和自由，我该怎么选择呢？这件事我还得再想想。我该怎么选择呢？喂，你们看，九黎须会长在那里耶。应该就是那位了。这下可怎么办？九黎须先生，您没事吧？您是神里家的灵华小姐。您好。旅行者也在啊，好久不见，我猜你最近是离开离岛了吧？上次的事真是多谢你了，多亏了你，我们商会的生意才又能周转起来。话说，你怎么站在这里发呆呀？是遇到麻烦事了吗？我，唉，说来丢人，我们万国商会的货物被浪人抢了。货物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是一批高档丝绸。啊，前些年我们从黎月进了一大批丝绸，一直堆在仓库里。最近听说道济城内各个服装店积压的丝绸都卖得差不多了，我们正想着把这批货提出来卖个好价钱，谁知那些浪人一截下我们的货，就立刻带着东西逃到树林里去了。我想报案，可是您也知道，我们这种外国商贩本就不受待见，勘定奉行的人一点都不想搭理我们，甚至巴不得我们倒霉呢。虽然我个人也不怎么认可勘定奉行的行事作风，但九黎须先生，这里毕竟是道期，请注意您的发言。抱歉，忍不住就抱怨了起来，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单凭我们商会怕是没法追回货物。或许这就是注定的破财之灾吧。虽然不能走公务流程，但我可以帮您找回丢失的货物。当然当然，您不过虽然是以个人身份出面处理这次的事，但我的一言一行
多少都会关系到摄凤行与沈礼家的形象，我有一些顾虑，所以希望您能为我保密。另外，人生在世，谁都不能保证遇到困难时会有人对自己出手相助。以您和万国商会的立场，我建议平日还是多加小心，以免蒙受不必要的损失。一定一定。可是这样会不会给您个人带去麻烦？万一勘定奉行的大人们对您有什么意见，您在民间声望很高，犯不着为了我们这种小人物蒙受损失啊。您说笑了，怎么说我也是沈礼家的大小姐，单凭勘定奉行的各位应该还没有资格追究我的行为。哇，好有气势的发言，这就是贵族大小姐吗？九立虚先生，请您将货物被劫的时间、地点以及抢劫者的特征告诉我。太感谢了，太感谢了。时间是两个小时之前，事发地点是……各位，请随我到事发地点进行调查。好，出发。各位，这里就是我们被抢的地方。地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啊。是脚印。没错没错，非常深的脚印，往树林里去了。之所以深，是因为携带了沉重的货物吧。追上去看看。我会跟上的。我会跟上的。
小偷，站住！啊，就带这么几个人来，还想把东西拿回去吗？别做梦了！竟然理直气壮地说出这种话，你有什么不敢？喂，你，我问你，你是别过来的商人吧？万国商会，不就是在道西地盘上舔着脸皮苟且偷生的蛀虫而已吗？有人保护你吗？谁来为你出头？连自己的立场都不知道。在这个道西，你们这些无依无靠的商贩任人宰割才是常态吧？可恶！喂，外国佬，你想做笔交易吗？交易？用钱把这些布料买回去，怎么样？总比头破血流的离开这里好吧？欺人太甚！我，唉，算我倒霉。稍等一下，九黎须先生，请不要付钱给他。可是，还记得我们的协议吗？您守口如瓶，我也会完成答应您的事。哦，对，对。那么，请您退到安全的地方，并保护好自身安全。接下来，是我实现承诺的时候了。这次是票大了，是你了。哈，成这道，成成这道，呀，一定要干净利落。这下，嘿，雪纷飞，驾，横，哈，左，耶，哈，哈，一下干净。送上门的声音，岩石的重量，记住，棒棒炸弹，全都可以炸完。雪纷飞，神力流，双灭，很，痛了，弹起来吧。讲了，我只是完成应尽之事。神里小姐，旅行者，你们没有受伤吧？不用担心，我们没事。那些浪人匆忙地逃走了，看起来什么都来不及带走，所以我想，您丢失的货物都在这里了。谢谢您，谢谢您。清点一下吧。六、八、十，没错。确实都在这里了，太好了，我们快点购买丝绸吧。购买丝绸？莫非几位需要用到我这里的货物吗？实不相瞒，是这样没错。别误会，帮你忙只是顺带的，就算你丢的是胡萝卜呀、卷心菜之类的东西，我们多半还是会出手相助的吧。我都觉得我们运气不错了呢，要是晚一步，或许真就无法买到丝绸了。几位，实在是感激不尽。不说那么多了，几位是需要丝绸对吧？我这就挑一批。麻烦您了，一共多少钱？您是我的恩人，怎么能收恩人的钱呢？我送给您。不不，该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商人行商也有难处，如派蒙所说。我帮您绝非是要占您的便宜，这些货物请您按正常的价格出售给我，也不必觉得为难。今天这片树林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不是吗？各位，我无以为报，这次真是太感谢了，你们的恩情我会一直牢牢记在心中。东西还得送回商会里，几位我先失陪了，之后要是有什么需要，尽管来万国商会找我九黎须就好。嗯，也谢谢您的丝绸，九黎须先生。再见，路上小心，
别再被人抢了。旅行者，刚才谢谢你出手帮忙。不过那群浪人似乎不认识你呢，是因为这些人没有资格见到沈里家的大小姐吗？或许是吧。对我来说是件好事，毕竟我也不希望今天的事被太多人知道。哎嘿嘿，像你这样的大人物居然会主动帮九黎须，人真好啊。那个，请不要这么夸我，我只是做了任何人都会做的事。以我的立场，出手帮他确实有些怪异，可这些与身份阶层无关，我只是作为我自己帮助了一个遇到困难的普通人而已。我想这也许是因为我心底深处并不认为一个名声遭到阻碍的社会可以被称为绝对的正确吧。啊，抱歉跟你说了些闲话，我们回小仓屋把这匹来之不易的丝绸交给店主吧。好。我们回来了，各位欢迎。如何，万国商货那边还有存货吗？嗯，买到了，给您。太好了。除了丝绸，其他辅料本店应该都有。我去清点材料，很快就好。各位请先在这里稍等片刻。希望这次不缺什么了。说起来旅行者，其实我一直想给你也添置一套新衣服，只是不知道你习不习惯道奇的特色服饰。哎，真的吗？这样啊，果然优秀的旅行者都有一套自己的行事准则与着装风格呢。出门在外很多事也是不得已呀，不过我倒是很想试试看道奇的特色服装啊。什么嘛，想做的话还是可以做的吧。你们的交流真可爱啊。不是，我是说如果派蒙想要我可以这样啊。好的，那就按旅行者说的来。说起来，其他国家的人一般都会穿什么风格的衣服呢？对对，每个国家各有特色，典雅、高贵、随性，虽然各不相同，却又都符合各自特色。着装是门非常高深的学问，我也还在努力学习。能让衣服衬托自身气质，成为自己身体的延伸，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所以我并不讨厌打扮哦。我懂我懂，确实是这样呢。派蒙这么可爱，穿什么衣服都会很可爱的。哇，我被夸了。久等了，我这边清点完毕。有劳您了，还缺什么吗？好消息，用料全齐。尺寸是就按图上的来吗？对。明白了，这就为您安排。价格一共是这个数，请您收下，可以的话希望能加急。刚好最近也没有其他急单，我们这就着手开始制作。不过制作衣物需要一定时间，几位可以稍后过来取货，在此之前请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吧。我也这么想，我们去别处转转吧。当然，关于这一点我已经提前考虑到了。接下来我想带旅行者和派蒙去餐馆用餐。哦，要开饭啦。
地点是我精心挑选的一家临街餐馆，木南料亭。比起过于高档、令人拘谨的高级餐厅，我认为那种自在的氛围更适合我们今天的行程。那么，我们现在过去吧。我都等不及了。欢迎光临跟组织员。我会跟上的。是这间店对吧？真的是临街的开放式店铺呢，好亲切呀。欢迎光临。木南小姐你好。哎呀，沈里小姐来得真准时，我们约定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是的，点单就按之前我预约的内容，另外和你说好的那件事也拜托了。好好，没问题，你要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旅行者和这位小小的客人请在这边稍等一下，我去备菜。旅行者派蒙，先入座吧，我稍稍适陪一会儿，马上就来。不是那种情况了，只是处理一些小事，马上就来。走掉了，好像是有什么急事的样子。二位是沈里小姐的朋友吧？我们店做的都是民间菜色，不敢说形式有多高级，不过味道是很好的哦，希望你们能喜欢。我们店开了很多年，与沈里家的各位大人还算是有些交情。沈里家两兄妹都挺喜欢我们店的菜，以前总是请人来店里下单买回府上享用。不过没想到这次他亲自过来店里，还带了朋友，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沈里小姐请朋友吃饭呢。居然是第一次，我们真有面子。是啊，虽然这话说起来有些冒犯，我也就跟你们说说。据我所知，沈里小姐朋友似乎不多。怎么会？她人很好，又有礼貌，应该很受欢迎才对吧？原本我也这么想，但人际的规律却不是这样。街坊邻里都说沈里小姐相貌美丽，出身高贵，举止优雅得体，简直像是高岭之花一样。太过完美反而给人强烈的距离感，普通人家的孩子几乎都不敢跟她随便搭话。这么好的女孩子反而难交到朋友呢。居然是这样。我跟她聊天不多，但也算是认识挺久了，一直很钦佩他年纪轻轻就肩负起了那么多责任。今天看他带人过来，我也很开心哦。你们今天可要多吃点，可以的话请多陪他聊聊天，就当是我们街坊邻居的请求，拜托了。林华的声音。抱歉旅行者，能不能跟我到那边去？有件事想麻烦你。对不起，突然把你叫出来。其实我刚才做料理失败了。原来那声巨响是锅子炸开的声音啊。如你所见，这栋房屋就在餐厅旁边，是店主的私人住宅。这间院子也是他们家的私人区域，我是请店主帮忙准备了一些料理用具和食材，想在这里做一道特色料理。对啊，如果只是想吃东西，店里应该直接可以点菜吧。我想做的是送给春的见面礼。我母亲笔记中提到春喜欢异国料理，这次要去见春，我便想着是不是做一份异国料理带给对方比较好。异国料理，只要不是到期料理就行吧。
这样的话，我们不是有很多选择吗？我也这么想，像你这样四处旅行的人，一定懂得很多知识，了解各地美食。可以请你帮我完成这件事吗？就当是帮我的忙。可以吗？我会好好谢谢你的。什么样的异国食物适合带出门送人呢？我知道，我知道。说起这种类型的食物，一定就是那个吧，披萨。披萨是一种把馅料和酱汁铺在面饼表面烤制而成的食物，很好吃哦。听起来真不错。披萨烤好了吗？披萨烤好了吗？烤好啦，烤好啦。好香。旅行者，你做料理真有一手。我也想成为会做各地料理的厨房高手。只要有菜谱就能学会了。有机会我们再带些菜谱给你。好啊，我很期待能与你们交流料理心得。几位忙得如何？呀，这是沈丽小姐，这就是你想要的料理吗？是的，这是旅行者帮忙制作的异国料理，可以请你帮我打包吗？当然可以了。真香，一定是道非常美味的料理。我也好想要一道这样的菜放在我们店里啊。哼哼，需要教你做法吗？可以吗？食物本来就是大家一起享用才更美味的东西，我想蒙德的大家也不会介意我们把这道料理传播到到期的吧。真的可以吗？哎呀，我早就想学做异国料理了。如果你们愿意抄一份菜谱给我的话，我会在店里制作并售卖这道菜，还要把它的广告贴在最显眼的位置。自从锁国以来，大家好久没有尝过新菜式了。旅行者，真是太谢谢你了。我先去给沈丽小姐的食物打包，
几位忙完就到用餐区来吧，菜都好了。明明是可以高价收买的东西，却愿意这样无私奉献，你真好。我是真心的，我很敬佩你，也为能结交你这样高级的朋友而骄傲。啊，对，是不是该把菜谱抄下来？把我们喜欢的配方写下来，送给店主吧。来做披萨吧，先来选择第一份原料组合。没错，就是这个。然后选择第二份原料组合。对对，就是这个。再写上烹饪方法，放入托盘，用适当的火候烤制。完成啦！这份自信之作将与我们的威名一同在稻妻流传下去。这么好吃的东西，一定会的。那我们赶快把菜谱送给店主吧。哎呀，菜谱写好了吗？写好了。谢谢。哇，真期待呀，好想马上去做新菜。旅行者派蒙，抱歉耽搁了你们的用餐时间。嘿嘿，劳动后的食物更美味，让我们趁热吃吧。怎么样，稻妻的料理合你们口味吗？好吃，这个好吃，还有那边那个也特别好吃。那我就放心了。对了，刚才我在那边试做料理的时候，你们有跟店主闲聊吗？他有没有说什么有关我的事？说了一些哦，不过他是为你高兴，没有别的意思。为我高兴？果然说了吧。他是不是……算了，我就是朋友很少，我自己也知道了。不奇怪哦，别人只是还没有找到跟你多说话的机会而已。谢谢你安慰我，派蒙，那些都是实话。我这个人朋友确实比较少，平日跟我走得近的只有家人和下属，所以看见我约你出来吃饭，大家应该会很震惊吧。对呀对呀，你有朋友，我们都是。谢谢你们，我很开心。啊，抱歉，真是失态啊。有什么情绪就发泄出来嘛，不要憋着。所以我也是你们重要的朋友了，我真的非常高兴。应该的嘛，我们一直都是这样，谁对我们好，我们就也对他好。友情很重要，会影响到很多人，就像你妈妈的笔记本也会让你想要见见那个名叫春的人。友情对我来说很珍贵，我会好好珍惜与你们的这份姻缘。不过这么一说，那个名叫春的人到底是谁呢？关于这件事，我有一个初步推测。我认为春或许是狐狸神使。狐狸神使？我是这么想的，就连我也从未听过母亲有这样一位朋友，如此神秘，一定是平日很难见到的高人吧。稻妻自古就有不少关于狐狸神使的译文哦，你们应该见过八重公司了吧，他就是狐狸神使哦。若是朝这个方向推测，稻妻大地上或许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狐狸神使，而那位春也许就是其中一员。哇，稻妻也有仙人啊。你说也的意思是？来稻妻之前我们去过离月，离月有很多仙人哦，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土里埋的，面面俱到。虽说我曾在书上见过类似说法，但听人亲口说起还是非常惊讶。
不愧是璃月，古老的文化孕育着最美丽的传说，令人向往。有机会可以一起去璃月看看，那边也有非常非常多美食，可厉害了。可以吗？太好了。不过在那之前，旅行者、派蒙，你们吃饱了吗？吃饱了。那么我们先去取衣物，然后就请二位随我一同见证存在于道期的神秘高人吧。神力小姐，这里是您定制的着物，已经为您叠好装入礼盒了。啊，对，还有您特别安排的那件物品也准备好了，非常感谢。这是非常可爱的衣服，我们制作得很开心，也谢谢你，欢迎下次再来。旅行者，我有一件给你的礼物。看起来好高级的东西，是发饰吗？是以白鹿为主题制作的发簪，既可以当成发饰，也可以当作摆件，不能白白让你帮我的忙。这个送给你。嗯，说起来，林华的称号就是白鹿公主，对吧？这件礼物也像你一样优美呢。派蒙过奖了，如果看见它能让你们想起我，自然是再好不过。嘿嘿，一定会的。好，既然拿到东西就可以出发啦，到春的住处去看看吧。新衣服，还是去小仓屋吧。这就是高人的居所吗？怎么感觉凉飕飕的呀？真有人住在这里吗？我也觉得有点意外。奇怪，笔记上说的确实是这里没错。难道说……内心有点动摇。不过既然已经走到这里，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进去一探究竟。嗯，也有道理，
万一有什么惊喜呢？对了，那本笔记上是怎么说的呀？我想想，鹤衔来一朵装饰发梢的鲜花，白兔将四片月光缝成裙摆，我打扮得当，向着东方喊了七声春的名字，转眼便站在去往他家的小径上。好像童话故事一样，难道说只要这样做，春就会来迎接你妈妈？总觉得也像是某种暗号，我们靠近一点再做判断吧。嗯。还有人需要帮忙。你应该赶得上。应该赶得上。
山壁上有些灌木，难道说会是某种线索吗？回忆一下笔记上的话吧，说不定是提示呢。鹤衔来一朵装饰发梢的鲜花，白兔将四片月光缝成裙摆，我打扮得当，向着东方喊了七声春的名字，转眼便站在去往他家的小径上。只有一个箱子，开了吗？开了吗？有没有仙人留下的财宝？这是，这是书吗？看起来也是本笔记，难道这会是春的笔记吗？各位，我们还是到外面去吧，这里气氛跟我想的有些不同，总觉得不太想在这里翻开这本笔记。说的对，光线不好，容易看坏眼睛哦。走吧，走吧，去外面。到这里就可以了。快看看笔记里写了什么。会不会是神秘宝藏呀？好期待。怎么了？突然那么小声，搞得我也紧张起来了。原来是不想打扰林华看笔记啊。看来那本笔记真是有来头的东西，不过看他的神情，多半不是藏宝图了。里面会有什么呢？旅行者派蒙，抱歉让你们久等了。才一小会儿，你已经看得很快啦。看完了，我想我应当和你们分享这本笔记的真相，虽然里面的内容跟我想的完全不同就是了。不同？这不是狐狸神使的笔记吗？
不是狐狸神使，穿的真身就是我的母亲。很惊讶对吧？我也很惊讶，但这本笔记一开始便这样写了，穿与平时的我既相同又不同。作为穿使，我不是神里华代，而是一个最最平凡的女子，以下所有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我所记录的生活琐事罢了。笔记中写的大多是母亲平日里私密又琐碎的小心思，那些我们以为与春有关的事也是属于她的想法。意思是说设计图纸跟异国料理，都是我母亲想要尝试的东西，或许对你们来说有些奇怪，但作为我而言非常能够理解母亲的这种行为。倒不如说，其实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一面，看笔记的时候甚至有些不知所措，就好像是我的一些想法被人看穿了写到笔记上一样。林华，母亲嫁给我父亲之后就一直作为沈礼家的主母掌管各项事宜，社奉行身份相对尊贵，需要打点的方面非常多。不仅如此，他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沈礼家族，人们总是注视着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定没有太多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父母过世后，我和哥哥接手了沈礼家的一切，期间遇到的许多困难可能对外人来说有些难以想象。每当我遇到麻烦事，总是会想母亲当年是否也这样做过，这样的事他会怎么处理呢？或许真是太久没见他了吧，不知不觉中就连我的记忆里也几乎只剩下母亲威严和高贵的一面。但这是不对的，当我看到这本笔记就意识到了，他和我完全一样，无论我们背负着怎样的职责，也都只是一介普通人而已。喜欢漂亮的着物，想要尝试每个地区的美食，渴望不曾见过的美景。也许你们听见这样的话会笑话我不够成熟，但我确实也有这样的想法，不是作为神里林华，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女孩去生活。母亲写道，她一直想参加道奇本地的民间祭典。她说天气晴朗的夜晚，自家中向远方眺望，偶尔能看见祭典的灯火。我也看到过，非常热闹，人很多，灯笼里的火非常明亮，能照亮大片夜空。有时我们还要操心那里的治安问题呢，只是以我们的身份贸然参加祭典或许并不合理数，尤其在我父母的时代，社奉行与民众的关系还没有那么亲近。就算没有人限制我们，社奉行的人突然出现在人群中，大家多少也会投来异样的眼光吧，会想着我们去那里是要做什么呢。母亲说她不想让别人感到拘谨，希望大家尽情享受祭典的快乐与自由。她不愿打扰别人，也没有那么多闲暇，便一次都没有去过了。原来是这样，所以那张设计图纸上画的是他打算穿去祭典的衣服吗？是的，祭典上有时会售卖异国料理，那些也是他想要尝试的东西。说来有些冒昧，但真没想到我的妈妈也有这么少女心的一面呢。才不冒昧呢，我认为你妈妈是个可爱又有责任心的人。不知不觉中我为母亲完成了一些愿望，唯独去祭典一事我无法替她完成，似乎也没有机会见到她完成这件事了呢。我明白，谢谢你们，我好像明白了一些事呢。母亲和我在某些方面是完全一样的，
他所面临的事，同样也是我将要面对的事。他把无法实现的事寄托在春身上，而我已经下定决心了。咦，难道你也要？不，我不打算用这样的方式。我想我有了新的目标，我会不留遗憾地度过每一天。那个旅行者，我放松放松。你对我们这里的祭典有兴趣吗？从看到海报开始我就一直想去啊，林华是不是也有兴趣？请不要笑话我，我也曾担心过那些事，不过已经不要紧了。我打算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心，完成这个同样属于我的愿望。如果是你的话，一定不会责怪我的任性。我想请你和我一起去祭典。要去要去，祭典上肯定有很多好吃的吧，还有好玩的，嘿嘿。太好了，谢谢你们。现在去的话应该还能赶上。对啊，今天好像是最后一天吧，还等什么，快走快走。会跟上的。下一项工作是，起来好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热闹，怎么回事啊？今天是祭典最后一天，许多游客都已经回家了吧？听说最后一天客流量相对比较少，摊贩们有时也会提前收摊。我去问问看，不管怎么说一定要进去一次。没错，就是要拿出这种气势来，我们陪你。祭典还没有关闭，只是人不多了，我们得抓紧游玩。喂，你们看那边摊子上有好多面具呀、啊、听说参加祭典要戴面具，现在还有这种规矩吗？以前会有这样的风俗，流传至今就变成了一种流行的祭典装扮，不过也不是绝对的。哟，这不是沈李家的大小姐吗？啊，我您好呀。一路上真的好多人都认识林华，果然是到期的名人呀。当然了，摄奉行沈李家是咱们到期非常有名望的家族，尤其是沈李兄妹刚接手家业的时候经常在外露面，有些年轻人出生的晚，无缘得见沈李大小姐，像我这种活得比较久的大叔还是……您过奖了，我和兄长大人
我还是头一回看到你家的人来祭奠呢。不是哦，我是带我身边这位旅行者前来游览的。哦，旅行者，这么一看确实是张陌生面孔的。年轻人，第一次来道奇吧？哎，对了，喂，伙计们，神里大小姐来祭奠玩了，都别急着收摊啊。不是、啊、请您不要这样声张，我们只是……谢谢老板啦，你要是不打招呼，里头的人就该收摊了吧，毕竟看起来也已经到下班时间了呢。哎，说是这么说，但我们可是第一次碰见神力大小姐光临祭奠。啊，对，这两个面具送你们吧。不不不，已经受您很多照顾了，我们不能……哎，行了，拿着吧，咱们这些平民百姓平时没少受摄奉行关照。可是我知道了。大叔大叔，我有份吗？哎呀，这位小朋友，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的不戴面具？太萌，其实面具也不是必须，但是这样会有……或者，哎，戴树叶怎么样？哎，不要啦。哎呀，那真的非常感谢你。小意思小意思，大小姐，趁着灯火还亮。那旅行者，等等，请等一下，有件事我想解释，刚才我有点紧张，就找了个借口，不是只为了给你当导游，我是。旅行者，你看，有抽签的摊位。哦，神里大小姐今天是带朋友来玩，欢迎欢迎，稀客呀，要不要来抽个签？好啊，请问多少钱抽一次？您可能不知道，我伯父先前受过摄奉行关照，所以您看我怎么能收您的钱呢？哎，这当然当然，您要是看得上，就在我们摊上消遣一会。旅行者派蒙，你们觉得呢？林华人缘可真好，既然这样，我就不客气了。既然旅行者都这么说，那我也不客气了。老板，我们要抽签。来喽，几位请抽签。请选择您要的签吧。打开看看您的运势吧。呀，你们抽到什么？我的是终极。我的也是终极呢，旅行者，你呢？哇，你运气真好啊！客人恭喜了，大吉天，意为云天有神威，风调雨顺，万真是个好兆头呢！恭喜你！几位客人的运势太厉害了，有这样的好运，不论想做什么，肯对对，希望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这边是小吃摊位，有很多道奇特色美食，你们想吃什么？我这里每一种食物看起来都好。不过买太多也会浪费吧。林华，我想要那边的团子。好的好的，那个看起来也很好吃，还有那边那个叫鸟蛋烧的。那么我也要这款飞鹰饼吧。没问题，马上就来。飞鹰饼好好吃，对吧？这是我们摊子的特色，
人气可高了。老板，我还想再来一份。可能有些冒昧，但我想请问一下，你想学吗？可以可以，稍等啊，我抄一份菜谱给你。是新菜谱？哎，直接把菜谱分享给我真的没关系吗？你们给木南料亭的店主送了份异国菜谱对吧？我跟他是老朋友了，平时常在一起切磋，这份菜谱就当是我替朋友先谢谢你。回去以后我一定会。那边那位客人也拿一份吧，可好吃了，亲手做出美味食物的感觉别等我学会做这道点心可以。好啊好啊，那就说好了。好的，我会加油。明明已经接近尾声，却还是很有意思。我喜欢祭典。我也这么想，能在今天跟你们一起参加祭典真是太好了。这里是买绘马的摊位，到期的人们会在名为绘马的五边形木板上画下或写下心愿。听起来跟离月的海灯有点像，都是用来祈愿的道具。几位需要绘马吗？趁着祭典最后的时光许下你珍贵的心愿吧。试试吧，感觉很有意思，不过还要写和画，我就不用了吧。刚才吃得太饱，现在头晕脑胀的。老板，我们要两个绘马。好嘞，两个绘马给您拿来喽。旅行者想好许什么愿望了吗？我也想好了。请二位把愿望以文字或绘画的方式呈。原来还要展示出来。好，给大家露一手吧。这样就可以了。可以看看你的绘马吗？这是你和你的哥哥对吧？真可爱呢。会找到的，一定要有信心。派蒙说的对，你许下的心愿一定会实现，我也会一直为你祈祷。林华这边画的是天守阁吗？是的，我的愿望是到期的大家平安幸福，家人朋友都能身体健康，希望这个愿望能够实现。承你吉言。呀，时间差不多了。啊，已经要走了吗？是啊，祭典差不多要结束了，越快乐时光便流失得越快，就像流水与落英。我们回去吧。旅行者，其实今天是我第一次像这样来祭典玩，认识至今我的性格你应该已经了解了吧。像我这种脾气，如果没有你的话，今天我不会过得这么开心。谢谢你，今天对我来说是个意义重大的日子，我会永远铭记在心。祭典真好啊，没有那么多规矩，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发自内心的笑容，自在又快乐。要是有机会，我还想再去一次。你也是吗？太好了。说起来我和旅行者有点像呢，都有兄长，有时我会觉得自己非常能理解你急于找回哥哥的心情。我明白啊，家人和亲缘是我们谁都无法杜绝的羁绊，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根，你一定能找到他的，千万不要放弃。作为朋友，我会一直守望支持你。那我就放心了。
旅行者，我还有件想做的事，想再借用你一点时间。亲，好好的看着我。怎么样，我的舞蹈还可以吗？非常漂亮啊，又美又高雅，我说不好，但这一定就是艺术了。那就好，我不擅长这种舞蹈，没有丢脸真是太好了，也就是心血来潮，想要任性一次。这么说来，今天可真是任性的一天呀。我也这么想啊，跟你在一起的时间过得很快又很慢。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吧，前面的路我自己上去就好。晚安，旅行者。
向工作室。留意脚下，真是让人期待啊。趴在草地上，能听见大地的心跳。
比跑快吧。以皇女之名，再多个对手也无妨。喷火，哼，交给我吧。射，哼，火力全开。我会注意女仆的礼仪。老法师，一定要干净利落。一如小姐所愿。
精力，再多个对手也无妨。接住一刀，热火热火马，嘿哈！嘿，这刀不用，火力全开。嘿，又闯祸了。岩石的重量令人安心。太好了，还没结束，接住一刀，喷火，置业换剑。小姐，如果你倒下来，我听我，我将再度降临。需要帮忙，一定要干净，让我试试刀法，火力全开，棒棒炸弹，现身吧奥兹，这招不用，我会注意女仆的礼仪，还有人选又来了。
赵王。一如小姐所愿。看火吧，喷火！嘿，看！爬起来，爬起来！回应我吧！哼！见你是报！只此一报！凋零于此。工作时间到了吗？我会跟上的。飞比跑快吧。我会跟上的。
下一项工作是，下一项工作是。我会跟上的。飞比跑快吧。飞比跑快吧。在这儿哟。飞比跑快吧。哟呼。来玩吧。
外向工作室。遇到打雷，还是待在屋子里比较。记住。闲人勿扰。风雪的缩影。到头了。这招终于还是。双寒化生。你圣衣丑。我会跟上的。像工作室，闲人勿扰。留意脚下。跟上的下一项工作是，你做了错误的选择。告诉你，双寒化身。下一项工作室，小把戏，棒棒炸弹，终于还是失态。下一项工作室，给我倒下，这距离正好。霜寒化生，嘿咻，藏起来吧。到头了。哒哒哒。我会跟上的。
向工作室。在庭院里听雨的感觉很好，但是太奢侈了。下一项工作是
为了阎王帝君。咻，棒棒炸弹，嘿，哈，哈，呵呵，嘿。我会跟上的。还有人需要帮忙。禁止接触。试试刀吧。咻，弹起来吧。岩石的重量令人安心。还没结束。开光了，开光了。嘿哈。有一手。霜寒化生。倒下！这招对付你，我会注意骑士的风度。交给我吧。太好了！看，那还没结束。玩累了，有点晕。好好好吧。下一项工作是。来好了。小把戏。凋零。于此。借以释放。接这一刀。石的重量，令闲人勿扰。给我倒下！只此一刀。借你试刀。没有关系。给我倒下！还没结束。一定要干净利落。光板喷火，霜寒化生。太好了！你上一招，我会跟上的。
闲人勿扰。哎，好像弄砸了。哼，交给我吧。嘿咻，热乎热乎嘛，讲不通就打扁了。风雪的缩影，应该感到。嘿，火力全开，棒棒战！再见了，主人。一定要干净利落，霜寒化生。还有人需要帮忙。一项工作室，
要干净。棒棒炸弹！下一项工作是这次是票大了，闲人勿扰，我会跟上为了阎王帝君。交给我吧。
我会跟上的。这项工作室，风雪的缩影，一定要干净利索。藏起来吧，全都可以照完。霜寒化生，哼，热乎热乎嘛。是的，我会注意骑士的风度。岩石的重量令人安心。应该敢的。哼，光板喷火，讲不通就打扁了。
庭院里听雨的感觉很好，但是太奢侈了。这次是票大的，热乎热乎嘛！看，是我九叔战场岩石的重量。什么东西爆炸了？地震！打雷啊！射！放放炸弹！有意思！嘿，锅巴喷火，见识下师傅的枪法。有两下子吗？闲人勿扰。下一项工作是。
算工作室闲人勿扰，一定要干净利落。缠起来吧，该打扫战场了。还有人需要帮忙，交给我吧。棒棒炸弹，全都可以炸。闲人勿扰，弹起来吧。嘿，魔法喷火，想不通就打扁了。霜寒化生，一定要干净利落。棒棒炸弹，哈，火力全开。哼，嘿呀，哈，哎，一定要干净利落。为了阎王帝君，全都可以炸完。陪他，交给我吧，禁止接触。这次的炸弹可是防水的。